啊，拍不住脸，我哪会拍住你脸了？啊，这东西我都不拍，小时候人家看不见吗？这都习惯了，他想长还没用嘞。这有啥？直播都耐住，好久没有直播的事儿。好久没啥直播嘞，都有。我不是直播的，我当啥家网红啊？视频也不用。现不来，现在不能了。现在人流量大，流量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新疆人，你也别弄，啥不知道。你把这那停，你对着那门口停车位给管理起来。它属于公家的，没法管理，它不属于小区，也不属于啥。都在那店不在商议吗？那谁过去买奶茶不在兜里去了？那三辈儿小年轻人也不少啊，生意就是也游乐场啥的也挺热闹，开到现在。对，厂里人。那慢慢的人流量不移到那儿去，那不是吧？我年前我没回来的时候，我都看那，都说咱金矿烟花，我在那刷着这神牛这边直播，那矿真热闹，成天晚上都是开到小镇上。那都从那开始是吧？天王崩都不带小的呢，矿真热闹。哎，都是几个小网红，这俩人不能。那有人过去查了，人家从那儿检查放大了。哎，人家公安、有狱，几个单位去查。为了人怪。后来人家一看，别没人查人，人家我也想放了。
估计人怪多的人。要买辆镜头都装不下，装谁呀？鲁豫那个，你看都有人看了。这镜头都给他拱翻了。鲁豫这个给他掀翻了。对，这镜头给他们这拱翻了。他不能热中动啊。这有啥嘞？这雾霾还有没有？也没雾霾，也没着急吧。